说什么都是扯淡，我们家就是好吃。如果你的朋友来济南，你不带他来我这里，你就一点诚意都没有。赶紧把这个饭店选到这个地方挺好哈。哎，在市里边没有地方玩，然后他们来南门山去玩，去我那儿吃饭，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一个路线。一般在南门山区，他们普通人都能说七八个景区的名字，但是像最有特色的饭店，只有我那儿。来这边去那吃饭，对，正合适。对，吃喝玩一条龙。这个是卧虎山，这个是卧虎山水库，这个景色漂亮吗？漂亮，真是漂亮。再漂亮也不如我的饭店有。刚才那个帅哥说他那个饭店特别好啊，但是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，没感觉好嘞啊。咱进里边去看看，你家到底咋样啊？是不是有种上当的感觉？进去看看吧。我们的饭店跟位置没有关系，我们凭的是口味，你尝尝我的口味就知道了。品口味哈，走走。看前面这个车了吗？从这儿，你这样拐回去，所有的车都是我们家的。看一下，看一下哈，同志，同志，你所有看到的车都是去我们家吃饭的，这连路边两边都是，真的，都哪头啊？一个哪头？这不得有几十辆？差不多吧，百十辆吧。全是去你家吃饭的？对，全部去我们家吃饭的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前面这个都是你店是吧？嗯。哦，十八位火锅鸡。哇、哦！真是，你这门口车也挺满了，这路上车也挺满了。咱来到这个帅哥这个店里了啊，看看里边到底如何啊？你看这车。我看看啊。看看一直到南头。太厉害了，朋友们啊！就这个地方啊，十八位火锅鸡。哦，还有那个。树叶烤兔，烤兔子，还有那传统整碗，对，还有那三大碗。啊，你这等于说你这的这个特色还挺高吧？对，就主打的就三大特色，那上面这也是。啊，全是吃哈。这是刚才那个小伙儿那个店啊，进来还挺有感觉的啊，里边满满的人啊，人来人往的，特别有感觉啊。刚才是寸草不生的地方，里边已经坐的满满的了啊，现在满满的人，外边还在有很多等着呢啊，生意特别好。这地方是包间啊？对，这所有的都是包间。你这院子还挺好，这院子啊，曲径通幽，还行，就是曲径通幽这个感觉。小份鸡98，然后我们这涮菜，上边下边所有的涮菜都是2块钱一盘，我只收成本，甚至连成本都不够。咱这用的什么鸡？南山的小笨鸡。全是小笨鸡啊？对，都是从这边雇来的。我顶好了之后，他们都搞起来，再好的给我分个号。大的就是大份，小份就是小份。咱现在一天能卖多少只？一天我这边一般很正常的话，100来桌。100多桌。嗯，这个鸡的话就是一天400-500斤。咱这个火锅鸡现在怎么卖了？小份的话是回院98，大份的话是198。一般来我这里俩人要个小份就够了，而且我这边他没有什么像市里边那种套路消费啊，景区里边的
宰人啊，那没有，我这哈就是凭良心碰碰，凭良心干碰碰。三分零几年的？三年。三分六年了。标准环境，三分六。今天先做了。这什么准备的？今天中午的。今天中午准备的。嗯。我看很多人在排队啊。对，我现在已经排了有十来桌了吧？我一天，像我这个店一天翻六台。我这个店里边一共二十多张桌子，一天翻六台。你拍过那么多美食，是吧？你见过这个每一个饭店里边有翻过超过三台都不多。我这个地方一天拍六，一天翻五六台很正常嘛，一天一百来桌。你这生意也太好了吧？这个跟口味有关系。如果说你做的不好吃了，一分钱也没人来吃，是吧？你做的好吃了之后，顾客都不在乎价钱，他们在乎是口味。这要一点一点的都要清晰哈。哎，对，一点点的清晰。就是现在变成要的钱，变成提供了，是吧？对，我刚才刚提出来一个，都送厨房里去了。嗯。洗了送到厨房。哎，洗了再送到厨房。这个鸡啊，为什么他们做鸡不好吃啊？这个鸡谁焯水都证明这个人他不会做鸡，新鲜的鸡绝对不要焯水。如果一焯水，它里边鸡肉的水分流失出来之后，它味道再进不去了。这个鸡如果说它不焯水的话啊，它里边是有水分的，它通过指环，它把味道和汁水都进到这个鸡肉里边了。但是，一旦焯水，这个鸡都废了，就是柴的，不好吃。我这个鸡肉吃出来是脆的。那焯水的话，不是说让那个鸡肉更干净吗？这个意思。有焯水，为什么焯水？一这个鸡不新鲜，焯水它出血沫子。我这个鸡啊，泡洗洗，血沫子已经出来了。但是如果说你这个鸡不新鲜的，冻的冷冻的鸡啊，鸡腿啊，必须得焯水。哪个东西你不焯水它有腥味儿。如果说这个鸡好了，鸡泡它就是去腥。咸鸡就不用焯水了。咸鸡就给它水泡泡它就行。把里边的这种血水都已经清了。它是用了六水啊？哎，对。现在是下午一点多，我现在已经排了二十多桌，还有二十多桌，你看外边还有什么？外边还有在排队的啊。来，我说你来了啊。哦。那个钵鸡这个颜色看上去还真是啊，漂亮啊，这颜色。分量特别足。这个肉身啊，我这个鸡啊，什么调料不加，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个配方，就留下那几种配方做出来就是这个样子。那里真是，你那个桌我看饭菜再等两小时也没做。对，三点吧。嗯，老板哈，给赶快让他这后厨这里啊，来了一个桌子哈，咱们上来就单点了。啊，还有这个师傅在那里做菜。啊，你这人气真是太旺了，我给你去就可以吧这个。真是太羡慕你了，我这生意真太好了。你也想创业吗？我有一份创业的心。找我就对了。这个铜火锅啊，一开始发明的时候，不是用来涮牛羊肉的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，牛是用来耕地的，羊是用来下奶的，所以说吃牛和吃羊都叫咔嚓。但是啊，这个鸡肉和猪肉成为了主要的肉食来源。这个铜火锅发明了之后，清军打仗的途中就杀个鸡，咔就丢锅里了。火锅鸡就从周朝，我老祖宗那时候就开始有了。啊，那都挺好的。对，姜子牙带着兵出去行军打仗，这个士兵们饿了吃什么？就是发明了这个，那时候不是这火锅是鼎，用鼎去煮猪肉、鸡肉。到后来发明了这个铜火锅，一步步流传下来之后，就是把这个鸡做好了之后放在火锅里边煮。其实涮这个，我告诉你啊，涮这个羊肉片儿，涮什么肉片儿，那个东西都不是本事，就是所有的东西，你切成薄片之后，就搁到那个火锅料里边一涮，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有能耐你涮鸡试试，你看那么大的鸡肉，是吧？它里边有味道，这就是本事。我老祖宗是姜子牙。你姓姜是吗？我姓吕。你姓吕？对。就只有我这是潘家俊，他们说的这里那里，那都是后来模仿的。你得是乡下的。对，我们是有史可见，有据可查。哎，他们发源
当地的这个饭桶火锅鸡的味道啊。这里还有一些小菜啊，那大家有小菜啊，再尝尝这个火锅鸡啊。这是扣肉是吧？花椒肉，花椒肉是吧？这是民间大席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蘸料，这是蒜泥和醋。醋是蘸着鸡块吃啊？对，老醋。火锅鸡的蘸料。可以蘸是吧？对，有不喜欢吃醋的也可以不用蘸，但是蘸的话它这个味道会不一样。哎呀，咱得问问哪儿好的。兔子。这是个什么？还有一个大件烤兔子。烤兔子哈，烤全是蘸料啊。这火锅鸡里边的鸡块都特别大哈，色泽特别诱人啊，里边都看着都入味了哈。来一块啊，尝一尝味道如何？来哈，再尝尝这个火锅鸡哈，到底做的如何？再来个大鸡块，来一块。但这个火锅鸡是炒了之后的是吧？炒了锅里处理一部分。处理以后，然后又放到这个火锅里边。对，这个铜锅是金锅。这个肉光加还加料了吗？加了，也加料了，不光是加热。这个肉吃着跟那个焯完水的焯水肉是不一样，对呀、啊，特别香，跟脆的里边入味了，这个鸡腿特别大，特别有感觉。然后咱蘸上这个料啊，这个料汁，尝尝这个味啊，这个蒜泥啊。刚刚这个料汁以后，是另一个感觉哈，吃起来都特别有点酸酸的味道。再来一块儿，烙烙汤里边的，烙汁里边，汤汁里边是。汤里边的更进味是吧？对。来我那汤里边的啊，来个大块儿。这里边是不是放了一些甜面酱什么东西？没有。东西。没放甜面酱，这个酱味儿有点。对，酱料味儿。我们这个家都是特殊制作的。这汤汁里边的有点麻椒的味道都，有点麻辣味啊。咱来尝尝帅哥家的这个小烤兔啊，看着特别有食欲啊，这个色泽外皮金黄，上面撒的是孜然跟辣椒面是吧？对，孜然辣椒面。还有这个蘸料吗？这个是？对。这样这个蘸料啊，咱尝尝这个味啊，咱来个土豆儿。大土豆儿啊。看着。来看一看这个土豆啊，上面肉特别多啊，外边是孜然跟辣椒面啊，再蘸上这个料，来一个。外酥里嫩啊，里边肉质特别鲜嫩。特别够味儿，喜欢吃辣椒的可以多来点辣椒啊，这上面放的辣椒不是很多。这个老伙计啊，喝口酒，整只兔子，肯定过瘾。对，夏天三个人弄个兔子，弄个凉菜，弄上一头扎皮，对，就可以了。太棒了。这一盘2块钱，这一盘2块钱，2块钱。看看有上号代码吧。可以，你只要是掉不了，你码到房顶也没问题。2块钱这一盘随便装，随便装。